笑如芝，他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演员，很专业，对，非常专业，很专业，他是一个很可爱的女孩子，从来没有见过哈一个，因为他从他第一天来跟我们拍戏啊，他每天真的是做十二个钟，然后有时候十八个钟，对，然后 Elvin 家里发生的状况啊，他就每天从 Elvin 回来开始拍戏的时候，他就差不多每天真的是做了十八个钟，对，大概做了差不多两个月，对，从来没有倒退，也没有迟到，对，然后也没有脸臭臭，每天进来就想念你们啊，这是真的，这是真的，而且他的那个他那个 miss 我们呢不是假的，他工作的态度很积极的，所以跟他一起拍，虽然我在新传媒二十多年，跟他一起拍他都会给他带动，整个人会活起来。那 Elvin 哦， Elvin 其实他边本来就棒的嘛，就本来就棒，不用讲了。他这么帅还需要演吗？但是因为可能他家里发生了那个状况之后，他自己很担心，说他自己的戏演得不好，所以我们在旁边都一直在鼓励他，说啊，非常，不过他非常尽力。最主要的是他有今天这个地位哈，他还是很孩子气，我很欣赏他这一点。你要讲那个纯啊，你要讲那个。有一次我们拍拍，跟你们讲一个秘密，他原来很会吃醋的呢。哎，有一次啊，我们在拍场景，拍场景啊，然后芝芝的经理。你们就刚好带了那个台湾的一位男艺人过来，他叫什么林培旭，对不对？林培旭啊，演那个史泰龙的。对对啊，然后就来他来探班啊，然后他就进去那个 studio 找芝芝，然后我就哎呀呀，不行哦，我看七大哥，我赶快找他拍照哦，要不然哦，你是没有时间了。然后我一站起来哈，那个 Elvin 从那里站了起来说。弟弟阿姨，你不要我了，我就很排斥了，我就啊没有了没有了，我还是喜欢你了，现在啊你继续睡了，他就走掉了。哎，你前面没有讲清楚，因为这个冰冰阿姨哦，整天呢、跟他寸步不离啊，看到台湾那个小资女孩演史泰龙的演员来，他就不理 Elvin 了，就冲过去，怪不得他会吃醋了。可是我这个老的也冲过去，对，跟他拍照。对，所以哦，基本上 Elvin 是醋，我们两个人的醋，因为整个组就没有要理他。我觉得芝芝跟那个 Elvin 他们两个很有默契，很有夫妻相，有没有？我们每次拍照，对，我们拍照的时候，你看你们的笑容是一模一样的，眼神也是一样的，你们很有夫妻相哎。那我每次这个 Elvin， 你们拍完了可以在一起吗？对呀，Elvin 未娶，芝芝未嫁，我们很想把它撮合在一起。我们想了，这样哈，撮合了一段台湾，然后跟新竹那边，我们就一起哈，他坐轿，每次他坐就会有我们的戏嘛。